家好，我是东京口水猫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战利品，这个是军粮，这个是给点点买的一个迷彩服，还有三个小模型，这都是 Tomica 多美小汽车。这两个是高端款 Blue Impulse 特技飞行的，前几天为了医疗工作者还在东京上面飞的就是它。这个是E6式装甲车，前面的数字是服役年份，也就是2016年开始服役的。这就 OK 啦，这是可以动的，炮塔也是可以上下动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京口水猫，今天带点点去看看日本自卫队的坦克。地点在东京都内，交通方便，营业时间很短，中午休息时间长，一定要注意。现在因为疫情需要提前发邮件预约，人多时需要抽选，一些项目现在终止了。外边展示了非常多的这种车辆哦，这个是日本非常先进的E0式坦克。也给人感觉就是很精美很精致，这些坦克都是在室外展示，但是异常的新，异常的干净。有一个贴心的细节是，这里的自贩机非常便宜，可乐外边160日币，原纸卖110。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个 VR 的体验非常赞，时间是有4场，一定要提前10分钟去报名哦。这个野战牛肉饭口水猫会哪天再单独录一期视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点赞、关注并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